什么是你的心之所向？哪里是你的步履所往？走，我带你走进清溪。清溪地处桂西南边陲，与越南高平省重庆、河广两县山水相连，是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、开放引领区。中越跨境游持续火热，在清溪即可体验山水与人文的双向奔赴。清溪居住有壮、汉、苗、瑶等11个民族，其中壮族人口占总人口 99.4%， 是全国壮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份。清溪号称瀑布之城，道中华文化传播使者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称清溪山水为男儿版的桂林山水。奇特的喀斯特地形地貌与丰富的水资源，孕育出了壮丽的山水画廊。这里的瀑布好似一条条白龙，发出震耳的吼声，讲述着壮乡千年的故事。雄奇险峻、灵动秀丽的山水，见过便终身难忘。在喧嚣的城市中，总有一方秀美恬静天地，让人动心和着迷。世人都在寻找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，寻遍世间，桃花源便在静溪。壮乡美食承载着壮乡人的乡愁，细细品尝，幸福的感觉便由口入心。在静溪，从不缺乏传承创作艺人，一针一线便能绣出壮乡韵味，每一件纯手工都是限量版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壮乡儿女引领游客在熊熊篝火旁载歌载舞，秀出最炫民族风。
热爱生活的人从五湖四海而来，千万有趣的灵魂涌动出尽是热爱。我爱惊喜，我爱惊喜，我爱惊喜。边城近西，春夏秋冬各有其美，值得你探访，唤醒内心最纯粹的向往。